欢迎你啊。Round one, fight！ 你要第一个赛事准备好未？嚟。呢个就是网民所投出的我哋要对战的项目 ，Under the Head。呢个系我企，我定先好嘛？随便。咦？我连个底分都掟唔过。其实网民你拣呢个 game 系玩我哋嘅啫，几好啊！等，我睇下你有咩伏兵。系。哇！家庭觀眾緊張嘛？唔好玩嘅，呢個 game 係唔好玩嘅，我哋挑戰下一個項目，睇住你啊 ！Round two, fight！啱啱我就在飛鏢上面輸了給阿鍾業，現在可以去玩另一樣東西，太閃了。你有玩過嗎？沒有。你有沒有信心贏了我？有。你啦，有。我先啊。
益先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未啊？哇！你同事啊，我嘢，今日必殺到你。Round three, fight！ 歡迎翻到嚟，而家去到決勝局。決勝局玩咩咧？就係玩問答大賽。我哋請咗我哋最公平嘅 Alan 姐去問我哋問題。其實我真係唔知有啲咩問，無端端冇計數機。你知唔知我名？係啊。你計數叻唔叻嘅？非常。你啱啱都話可以贏到我喎，嚟啦 ，Alan 姐。好，而家呢個問答。等先，等先，呢個問答係搶答定係？搶答答錯有得補答。好 ，OK。OK， 咁我而家開始問第一條啦。我將會問五條問題，先取三分嗰個為之勝出今日嘅挑機環節。第一條係上海係乜嘢？阿虎請答。上海乃係中國嘅一個城市。有冇補答？上海係三支標分別做得防星同珠寶。冇錯。Jody 答啱，但冇理由喎、啊。喂，你問得唔清楚？阿虎請你冷靜少少。投訴。先取一分。投訴。好唔公平嘅遊戲。第二條 ，shoot out 嘅 highest score 係幾多？一、二、八、三、二，冇錯。阿虎獲得一分，而家係一比一平手。咦？我已經上呢一分㗎啦，高手。少少，我記啫嘛。第三條問題，三支錶入面嘅 high score 係幾多？周怡請回答。180。有冇補答？睇先，有。3150。全中啦！得啦，出歐啦，最尾三支英鎊啊！得啦，得啦。阿虎以2-1領先。第四條問題，人稱標界周杰倫嘅係邊一個？我俾你入。嗱，你唔得我贏啦。人稱標界周杰倫。全中！戰況非常激烈，我要緊張啊！第五條問題，我真係好緊張啊！第五條問題就係壁虎嘅中文名係乜嘢？阿虎請回答。好大一隻虎！全中啊！睇阿虎今日跳技成功，以2-1。成功挑戰做二艇嘅，你拍張 selfie 先。Dang! Tiger win。有啲崩潰。多謝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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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你啊！今日嚟到呢度，本身都好期待下嘅，點知原來自己中咗計。有啲崩潰，本身我都係諗住真係掉下飛鏢啊，冇乜嘢做嘅，唔知佢最後原來個結果係咁樣，係有啲灰嘅。唔使唔開心嘅，呢個節目我噶嘛，你點會贏到我啫？如果你哋
想挑戰我嘅話，就繼續留意 Lightus HK。你輸咗我，我坐。李威，李威，幫我嗎？下一集見。